人生当中其中一样啦，最后悔嘅事系咩？十年前冇开始减肥咯。如果知道而家减肥系咁难的话，我谂我会十年前开始唔好食咁多嘢啦，同埋唔好饮咁多。I guess in my first relationship， 我为人哋变咗自己。I guess it's a lesson， but it's also regret。打表弟都冇乜喎，其实，因为每一样嘢谂得好清好楚。就是曾经做一些对不起我老婆的事，很伤害她和小朋友，曾经真的最后悔，不过 过了她都没办法，现在就去弥补她，尽量对她们好一点。打电跟爹地的关系家即比较疏离，但是我后悔是后悔什么呢，是有时候我自己都逃避，我悔有时候我懒，不想做或者不想面对。我老婆大肚的时候我踢过她双凳，小时候妈咪叫我去外国读书，我不肯去，跟着发现小时候我应该答应妈咪去外国读书，可以去看多一点这个世界，那时候太小了，想跟你朋友在一起，真的想玩。又没有，我会跟自己说决定了做了就不要想回转头，否则你不会快乐。喺中三嗰一年，我太婆過身啦，咁我就覺得，因為嗰陣時候我反叛啊嘛，咁我就成日都發脾氣，咁我最後悔應該係我嗰陣時候冇好好咁樣對佢。剩下的怎樣化？